今年嘅聖誕假期前夕，八百海珍大酒樓餐館同大型嘅連鎖超市順發超市強強聯手舉辦聖誕節餐舞晚會，整個大廳咧係座無虛席噶。嚟自各界嘅嘉賓沉醉於現場嘅歌舞表演同埋歡樂嘅氣氛當中，更加有世界武術冠軍表演精彩嘅散打同埋多部大電視等禮品抽獎噶。全場高潮迭起，亦都充滿住節日嘅氣氛。八百八海珍大酒楼延开75席，近700位嘉宾喺现场歌手嘅甜美歌声同埋乐队嘅伴衬底下，加上八百八海珍大酒楼嘅美味菜肴、醉人醇酒，将整个圣诞餐舞会带到咗一个欢乐嘅世界。更加有世界武术冠军表演精彩嘅散打，以及有多台大电视等礼品嘅抽奖。超市联合举办的圣诞餐舞会，得到很多好朋友跟赞助商的支持，延开75桌。我们准备了丰盛的菜肴、香醇的红酒跟青岛啤酒，更从香港邀请了世界冠军来做武术表演，还有现场的乐队，还准备了60寸、1部、2部、50寸，还有很多电视抽奖，希望大家吃得开心、玩得开心，继续支持顺发超市跟八八八海珍，谢谢大家，圣诞节快乐，谢谢你们，今年已经到年底了，谢谢你们今年很支持顺发超市，我希望今天你们能抽到好奖，然后喝到好酒，吃到好东西，谢谢，圣诞节快乐。赞助厂商代表青岛啤酒嘅 Richard 亦都祝福在场嘅嘉宾圣诞新年快乐，并且提供嚟自故乡嘅青岛啤酒，让全场嘅嘉宾无限畅饮。Richard 代表青岛，今天很开心过来这边做节目。那大家 Happy Holiday and Merry Christmas, Cheer！ 身为李连杰师弟的何敬德，用了大半生的时间打造出武术精彩人生。当晚连同妻子2001年世界锦标赛剑术及棍术金牌罗雅青，女儿2016年世界青少年锦标赛棍术金牌何希彤，以及一众的徒弟，为在场的来宾表演精彩的武术。很高兴来到888海鲜海珍楼在这里祝全球华人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谢谢。位于 Rosemary 市湾里大道的888海珍大酒楼是一家经营了20多年颇具规模的高档粤潮餐馆，主营新派粤菜、正宗潮菜和港式饮茶，内设有贵宾雅房、龙凤礼堂，全年承接宴会酒席和婚礼派对。天下卫视采访报道。